传灯寺法会快讯。传灯寺僧众将于母亲节举行李大般若忏、诵大般若经斋僧法会，庄严而隆重，祝福天下母亲们健康幸福，长寿快乐。母亲节献礼，报答父母恩。本次法会的特色有：一、僧团特别共修诵念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为施主父母回向；二、恭请僧伽六十众诵《大般若经》，回向清净空性智慧；三、僧伽两百众礼大般若忏，忏除一切三门不善业；四、僧伽两百众延生普佛大供，功德回向福德增盛。这次法会特别设立，为父母供养大斋堂的消灾延寿祈福和莲品增盛超荐的功德项目，送给亲爱的爸爸妈妈就近离苦得乐的宫殿，报答父母恩。爸爸妈妈，感恩您送您成佛的宫殿，母亲节献礼为父母捐助大斋堂。父母亲永远疼爱我，守护我，世上最挚爱的爸爸妈妈，在感恩的日子里为您献上无限生命中的大礼物。无论您在何处，我至心的祈愿您生生世世得丰厚福报，衣食受用富饶，见寺安僧，深深感得天公大方，生活富裕。我们一起同生净土，共证佛道。总此功德回向，生生世世身强体健，受用美好而富饶，值遇三宝，学修正法，发菩提心，速成佛道。